定留肖战，不是万众瞩目一露脸就地动山摇的肖战，此刻他就是他自己那个随意放松的肖战。这样子肖战重游旧地一定有很多的感触，一路风风雨雨走来，四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，肖战洒脱自在的背后又有多少的汗水和泪水呢？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呀。粉丝们把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真是看不够，大家说我就全当预告片了，相信正片在后面，还是要给工作室一个大大的赞，这个输出的质量绝对是顶级的，这就是粉肖战的幸福吧。顶级的明星，顶级的工作室，顶级的宠粉方式，爽。